天会。真的假的？你那是俺去老院。我去汉阳院，你怎么？我去年就是西哈，俺也上那院儿还在那。啊，对。你去恁屋啊？我等着听。我歇着了，我这谁的？我慌，等我关了听。我歇着就。上来。豆子条。妈妈，对对，下来。叫葱头头。哎，啊，对，哎呦，看见没？哎，叔叔。养好羊了。啊，这个村子两天打空啊，觉得好了。趁这个天气好哈。啊。这个叶些长得深，叶些完全没长得起来哟。长起来了，好了够了，给你买呢。我撒点肥呢，看看它长起来吧。哇，撒点那个的，哎呦，你好东西，我就弄个不错。是了哈。这你们养儿好的么了，叔叔？我叫你管明明个。明明。看见没？哎，叔叔，你管慢慢好好。你要弄去啦？啊。哎呀，我这个就进了这么网沟。好好，慢慢好。我哪个多哪个呀？哎，你这儿来了。我衣服洗好了。妈，你拿好本儿，等着呗，等着呗。一二。哎，这个多还听见了吧？还挑吧，要挑两张挑个，这块没挑的，有干净感哈。嗯。对，有点破两桶，啊，等到花了再来呢。哎，没人挑来嘞。你放哪儿吧？我现在拧啊。不要不要，等我来放你肥料哈了。你看你自动，自动我弄好了，我把你的肥料都知道了。好，你这统统提过去哈，我在上面去烤两瓶牛皮菜。我不拆下来哈。对吧？没肉了，我捞下。好、哦。哎。捞下。啊。你才拆去。起饭了，这个才安逸。还有第二个，这个叫豆豉菜的最香了，你吃过吗？对啊，我注意了。好香。会。这个爷爷也会炒的，你只要不把那水分炒出来，最香了。今天上午今天煮累了有汗臭味。妈呀，真的。哎，咱是太阳真不出来，还是天要下雨啊。我们趁这个天下明天去包包不顶了哈。对了。那好多都在顶呢。那明天喊我。还有先把羊肉也上坡了个。到时候我叫嘛。保重点哈。